要求佛的智慧，要求佛的慈悲。啊，智悲并运，缘起菩提。缘是圆满，起是契合，菩提是觉悟，真正觉悟。觉悟变法皆虚空性，跟自己是一体，一体就是同体的大悲心，啊，同体的大慈心，悲救苦，慈与乐啊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啊，度众生，帮助众生。信愿持名，脱离六道，脱离十法界，这是悲；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这是慈，帮助你得乐，真的离苦得乐。所以，这二者就是一个智，一个悲，如鸟之双翼，缺一不可。有智没有慈悲心，不肯度化众生。啊，有慈悲心没有智，想度众生，能力做不到。所以，两样都有。真正发心，这两样，佛菩萨都加持。